好，陈逸飞先生呢，他第一次来我倒是记得的，因为那时候很少有明星来康熙是把你们姐妹两个过去的事情拿出来讲的，好像现在被你讲一讲有一点点回忆出来，而且在下雨，记不记得？哇，那很浪漫啊。你说我在雨中打吗？不是，是在一个一楼的，就是那个一个房子一楼那边，就是会外面会滴着雨，然后你就在那边，因为余额一直不够嘛，因为之前吃的很快，打给妈妈，你就一直没有人会这样打给妈妈。我曾经这么有人性过吗？谁？你是谁啊？我的人性不要找了，已经不在了。因为本来 OK 的，只是后来回到房间里面，我那时候就因为一直看你的背影。我有哭吗？当时没有哭，你就是幸福的。其实好像没有通，是分不清是雨还是泪吗？然后后来你回房间以后，就开始喝酒，我以为说你会有一些比较感性的一些动作，结果你一回房间，你就走到镜子前面，然后你就看自己说。其实我真的超正的，不可能，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哪有那么疯